家看，到我这里还是这么新鲜，这么好，太满意了。闻了之后就觉得像在家一样的，有时候发现自己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是吧的，大家好，我是小雅，来自老挝。今天呢，我的快递到了，这些呢都是我平时爱买来吃的。在中国这边呢，在网上这边也有卖这些东西的，是我们老挝的调料。打开看一下啊，这些调料这些东西呢是在中国这边的菜市场呢是没有卖的，只能在网上买。我是在淘宝上买的。我平时买东西，像我们老挝那边平常用或者吃的话，我都很喜欢在淘宝上买的。我觉得都有，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是这个西米露。我买了这个西米露，是泰国的，名字是水妈妈。中文的话应该说是水妈妈。在泰国字沙库条，沙库条就是绿色西米露。对，还有这个牌子的印象，穿这种服装的话就是泰国，跟我们老挝的差不多。看一下第二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买了，是椰奶，应该这样说吧。泰语的话就是 gati ma pao， 老挝语的话 nam gati ma pao， 差不多。每一次就是发现说我怎么收到小的了，我明明买大的，然后再回去看一下，哦，原来是自己点错了。这个几个毫升啊，等一下我再看一下。我好像买了大瓶的，因为我看了标志的。这个椰奶也是这个牌子一样的，水妈妈。这个椰奶的话很香的，我们老挝的甜品呢很喜欢用椰奶的。200毫升应该是对的，觉得200毫升好少哦，我还是买两瓶，太少了，不够。再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我记得我买的挺多的，还没有到的也有。青木瓜还没到，青木瓜的话也没有经常买，想吃一个老挝的一个美食叫打马轰，两半木瓜，然后就前几天吧就买了。青木瓜这是什么，看一下啊。其实觉得远家呢看到这些东西呢，这些用品，这些物品呢，也觉得也没远家多少，想要啥都有啥。在中国这边也是方便，想吃自己的国家的调料啊，那些都有，太方便了。看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叫黄咖，好香，但是晒干了。这个呢是就是新鲜的，有，但是新鲜买来呢放在冰箱也是会容易坏，我买了几次，然后上一次我也放在我们家楼顶这边种了一下也没有长，是不是那个时候是冬天的。这个的话夏天的话它应该会长。下一个是这个，我们叫 by people， 泰语的话 by my food， 但是中文怎么说呀？哇，好香，是这个，在中国没有，但是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等一下找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啊。啊，这个很香，我也买晒干的，买新鲜也坏，放冰箱也会容易坏的。还有这个，我们叫神佛，泰语的话怪点现在
泰国人呢很喜欢做龟雕，但是他的龟雕一直也是佛，但是做的料不一样。但是还有一个美食他们最喜欢做的，也去泰国应该有试过，这个Pad Thai，做也挺好吃的，但是我没来做佛。那天看我老公在了，我是佛的话，我也很想吃，是这样的，这样做。这个16块钱左右，这个这么大，不知道是什么，看一下。这个是我很喜欢吃的，真的我很喜欢吃，在菜市场这边真的没有这种，给大家看一下啊，噔噔，这个，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是什么，这个小茄子，这个呢是来到这边两年了，但是一直在淘宝上里面一直在看。就是没有买，就是怕买来了就怕不一样的，但是今天收到货了，真的很不错哦。我看一下啊，单号地址哪里来的，南丁市在哪里的，南丁有这个小茄子吗？这个小茄子呢它是天气热的地方才长的，冷的地方是不会长，一模一样，真的太开心了。没有多少了，我买了这个5-6样，还有芋头，还有一个青木瓜还没到。这个这么多的话可能我买了90多块钱左右，100块钱都没有，觉得还可以。有很多粉丝呢都有问我，是小雅你嫁到四川这边吃这边的四川菜吃的习惯吗？我觉得四川菜啊挺适合我的口味的，我觉得好吃，我吃的习惯。我一来到这边呢，我觉得我婆婆做什么菜呢我都能吃的习惯。我公公还有我老公，我婆婆，我大嫂呢，他们都在问我刚来的时候都问小雅吃的习惯吗怎么样他们就很担心怕我吃不习惯这边的菜的，我都跟他们说这个不用担心，我都可以吃。然后我婆婆呢知道我们老挝是糯米啊，然后她去买糯米来，但是她做是中国的方式，就是中国的那种什么放红糖还有加肉啊那些，她说她做好了之后她端过来，她说是不是你们老挝是这样的糯米，我说不是，我们老挝就是白蒸然后沾菜吃的。她说哦，她说她不知道，她以为怕我是不习惯菜嘛，然后他去买糯米来做，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老挝没有做来吃。有时候呢也是真的很想吃我们老挝的菜的，所以呢我都会买这些来放的。哪天想吃点我们自己的菜我也做来吃一点，吃了之后呢觉得很有劲一样的我还种了我们老挝的料啊那些在我们家楼顶这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什么的。这些菜呢真的在菜市场是没有卖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第一个菜我种的薄荷。这个薄荷呢我看中国这边也有种，但是菜市场没卖的。还有这个，这个也是茅草，长了很多的，这个冬天夏天它都长，这个好种。还有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已经长了，我们叫 Park Elert， 很香的，摘一个过来。才长的几个这样的，我一开始种的话它的叶叶很小的。再给大家看一下茅草啊，茅草也是长得很好的，哇太香了。有时候呢我想家啊，我都会上楼顶这里来，然后就再点这些菜来闻，哇像闻了之后就觉得像在家一样的，有时候也是发现自己是不是有点毛病啊，闻都摘东西来闻，然后就感觉像在家一样的，远家都是这样的，很无聊的。太香了，太香了。我种这些菜呢就是说
不想让自己想加的太多了，看见这虾的料呢，就觉得像在老挝一样的。其实呢，在哪里都是家，真的，因为自己选了，想原价嘛，是吧？这个的话就没有什么说要后悔的事情，因为都是自己选的。今天的东西觉得非常满意，真的很满意的。大家看到我这里还是这么新鲜，这么好。这个是马克啊，胖一乐，我心开，像在家一样的。我原来也没远加多少，都有，太满意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谢谢大家的观看，下期见了，拜拜。下期如果有做我们老挝美食的话，拍给大家看一下啊，拜拜啦。